原来出手之人是九天剑师，麻烦了。此人有何特殊之处？伊曾经创建并修炼真迹剑招，是我省非常强大天才。就在伊创教第99招时，又开了99功，将所谓剑招凝练归一，造就现在一剑出名的强悍。一剑出名，人也。除非判定对手出生再也无法用剑，否则甲苏天九决战的剑者基本上无一幸还。所以健全的剑者真正无任何话口，只就在笔者人之中将无例外。人真衰，若此人真正开始帮七龙执行任务，必是一场浩劫。六合有这样的担忧，不无道理。如果温红前辈一滴咧，也需要一线希望。笔者不能肯定，而且也是失踪了。